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下面的时间里，新潮 USA 要为您介绍社会生活方面的新消息。在美国，住房建造商和开发商说，对于能够三代或四代同堂的住房需求正变得越来越大。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从加州发来的报道，查看了一个专门为满足多代同堂的需要而建造的社区，我们来看她的报道。比亚西来这里寻找梦寐以求的住房，结果他发现一个建房蓝图能让他的妈妈在家里照看孙子孙女。现在我妈妈每天开车到我家来照看孙子孙女，如果我们三代人能住在一块儿，对大家就方便多了。这片新住房有很多丈母娘套房，就是说住房特别附加一套生活空间，包括厨房、卫生间和卧室。发展商哈达德说，这特别适合那些50到60岁之间的人住。婴儿潮一代人，现在他们很多人已经失去父亲或母亲，他们希望仍然活着的父母跟自己住在一起，而不是让老人去住养老院。住房建造商 Port Group 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业主预计自己家庭的成员会增加。这家建房企业的帕斯特纳克说，家庭成员增加包括年迈的父母和长大的孩子。现在似乎出现一种文化变化，人们对几代人住在一起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研究发现，很多家庭在计划改造自己的住房或者买一幢新房。阿田恩达就是个例子。我想找一种大房子里面套着小房子的建筑，好让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搬回来住，因为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建筑设计师兼老年病学家雷格尼尔说，居住方式的变化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2008年，很多情况都有变化，不少人失去了住房，甚至失去了财富。我认为和过去相比，常规的住房被切割成小块的情况现在增加了很多。美国人口统计显示，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家庭总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大比例是拉美移民、非洲裔和亚裔。但是这种趋势的主因是经济，而不是文化的差别。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有很多大房子被分隔的情况，部分原因是人们的收入不够，不能买更多住房，所以大家只好住在一个共同的空间。南加州大学的李格尼教授说，中国和印度就是例子。不过他又说，人口学家认为中国和印度人民富裕起来以后就会搬进一两代人同住的房子，但是在美国会有更多的人接受三四代同堂，因为共同住房会有更多的富裕空间，可以做多种用途，房子增值也有利。最近开发出来的一种塑料复合材料，可能很快就能让人们为天然气汽车制造出更好更轻的燃料箱，还能保持汽水瓶的密封性，不让饮料跑气。这只是超薄材料石墨烯的潜在用途而的两个例子而已。科学家2004年首次把石墨烯从石墨材料中剥离出来，在德克萨斯州的莱斯大学的纳米技术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这种单薄而又坚固的单原子层二维材料进行测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虽然这片塑料膜看起来弱不禁风，但是莱斯大学纳米技术研究员向昌盛说，它其实非常坚实。这个薄膜非常坚硬，同时又非常柔韧，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把它拉得这么长，实际上它可以拉长到原来的700%。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把厚度不超过一个原子的石墨烯缎带加入到汽水瓶中，堵住分子与分子之间的微小空隙。虽然这些塑料瓶用肉眼看是固体，不过在纳米层级，这种材料是由巨大的分子组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空隙，分子要小得多的气体可以从中逃逸，造成瓶内饮料跑气。石墨烯可以更好地保持汽水和啤酒等加压封装饮料的原味。莱斯大学化学教授詹姆斯·图尔说，眼前很多东西，包括他的书桌和电脑，看上去密不透风，其实并非如此。
如果从化学分子或者纳米层次上去观察，这些东西看上去就不一样了，整个世界就大不一样了。如今汽水瓶已经掺入了纳米陶土，以防瓶内气体陶溢。不过图尔说，石墨烯缎带更便宜，也更有效。我们防止气体外泄的能力加强了大约1000倍，气体渗透也减缓了大约1000倍，而纳米陶土也许只能改进大约10%。气体除了外逃，还有内渗问题，氧气会穿透常规塑料容器进入内装食物和饮料。二氧化碳的分子比氧气大，所以要想法防止氧气进入塑料瓶。对天然气储存器来说，石墨烯也具有更好的密封性，同时还解决了天然气汽车必须挂载沉重的储气罐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再使用腊肠形状的储气罐，因为这占了车厢很多空间。我们可以让储气罐顺势而走，也就是说把它做成管道或肠子的形状，像蛇一样穿过各个空间。图尔和他的团队将继续测试这种材料，并与私营公司合作开发它的商业用途，这让向昌盛感到欣慰。他说，多数人不能充分理解他和同事们的科研突破所带来的益处，因为这一切基本上是在肉眼看不见的世界中进行的。纳米技术真的在影响人们的生活，虽然你无法亲眼看到。